Sigma Plot 15科学和统计分析绘图应用软体，如何至新电脑重新安装授权说明。一、至 Sigma Plot 安装路径目录。二、找到 rus.exe 执行档并执行。三、对话视窗开启后选择安装新保护锁。四、然后按收集信息并命名点 C2V 之档案后将该档案存至桌面。五、将自行命名的点 C2V 档案以附件方式寄回本公司或上传至原厂网站。申请点 V2C 启用档至新电脑汇入启用即可。您的直觉，我们的软体。买正版软体找齐全企业有限公司。统一编号 28793967。所有产品皆享咨询、支援及保固，并可开立二联式或三联式发票。CheerChain Enterprise distributes and sells software with the aim of offering clients guidance when choosing software, as well as technical support.